没想到这么多年，这里的安藤竟然还在。 师父，君临渊呢？他之前已经跟我打过招呼了，他要闭关修炼，为即将到来的大战增加修为。哦，那我去等他。凤舞，是时候了，你现在必须回去。可是我知道你担心他，但这是唯一的机会了。